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。人人与生俱来，不学而知，不学而能，无解的了知了能，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。我们由学习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，有忘记的时候，有疏远的时候，而道的本体和妙用，不用学习，不用思考，大而能载宇宙的若嚣长，小而能主宰我们身至听言动。我们有而不知其有，用而不知其用，却又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。